阿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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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看来你还真把我当朋友。从来没把你当朋友，就是索命的恶鬼。你是相柳。我一直在想啊，相柳那颗珠子到底去哪儿了？谢谢玲珑，我终于找到他。除了白起，这里所有的人都杀了。既然你来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在这儿。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把种子毁掉。你来干什么？你真是不自量力！你闭嘴！上官恋，放了白起，不然你什么都得不到。我现在放了他，我才得不到我的东西。我来换他，满意吗？不行，林夏。别说了，这是我的选择。我来换。听我的。都得死。上官恋，准备一辆车，送他们离开。好。杨姐，你带他们三个先出去。老板，你不走我也不走。我有办法，相信我。走。我就是想跟他道个别。林夏，谢谢你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需要这套吗？我这个人知恩图报，我一定不会忘记你。
别动我。白起，你干嘛？你快把种子给我。你真以为上官恋会放我们活着出去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觉得该怎么样你才能活着出去？怎么样？杀！你怎么知道这样会和桃源香的种子融合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不想让上官恋那么轻易的得逞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就会出事的？别打了，我好不容易想起来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你，你下手这么重，把我打死怎么办？我说，我终于记起来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你。你怎么？刚才吃下虫子的一瞬间，我就什么都想。